大家。我今天很荣幸哦，可以来这里跟各位介绍说，哎，我们要怎么利用鼻模拟来拟定这个隆鼻手术。然后我们东方人哦，大部分这个下侧软骨哦，它的转角啊这些都不会那么清楚，它就软软。在门诊咨询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会这样子，然后去拉提，哎，我觉得这样不错了，那就很不错。那可是他在鼻头软骨会很，就肋头骨会很特别硬，我会特别再转过来压一下他鼻头软骨，再看一下今天的手术 patient， 啊，这是他的状况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一条雷射哦，其实已经切在我们的鼻翼的边缘了。不知道大家看得到这一条线吗？东影，你真的很有科技感，东影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那这样子大概就完成了我的鼻背了。哇，那就到 OK 了，就开始了哈。现在在恢复什么？我在跟有点像 Sebastian 一样，我把那个 scoring area low level cavity 跟 upper level cavity 的 scoring area 的组织把它分离开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用那个 FDG 同个 FM 的这个 Columbia Strong， 然后我们现在有计划好，因为它只要往组织在里面，所以我可能会被三到四周做。然后目前我们把那个模拟放进去的侧边暂时就一条比较偏直的线条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再配合我们再把这个平肩再做一下，那这样大概是差不多。终于，谢谢。